首先想代表 Clarence 嘅屋企人，特別係芳芳姐，好衷心咁多謝 Clarence 嘅所有嘅好朋友、學生同埋佢一啲嘅同事，今日出席我哋今日嘅追思會。我哋希望借住今晚呢一個齊聚一堂嘅呢一個嘅日子，一齊嚟到紀念我哋呢一位咁尊敬同埋愛戴嘅丈夫、爸爸、公公，亦都係兄弟，亦都係老師，亦都係同事同埋好朋友。你有冇阻住我影相啊？我翻啲嘢之後，翻啲嘢翻嚟，一高一點砌，你唔阻住我影相啊？誒，你望住我，等等先，你笑一笑得唔得啊？唔好夠啊！唔好夠！哦哦，哇，自動開的。这个呢不是一个很沉重的追思会，而是一个庆贺他一生的聚会。我们庆贺他活得坦荡，庆贺他温暖了很多人的岁月。多谢老公。